上七楼看看，那老火呀，那摊上的东西，大部分都是搁墓里出来的，真是搁墓里出来的。你说这玩意儿多吓人！辽代的编钟啊，青铜材质的，不是青铜就是王者呀。敲击的声音都不一样啊。拿这个小铁，这叫小弓箭桩是吧？你看，声音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你看。不会，古乐谱咱也不会，多好这玩意儿！你看，这小尺瓶一对儿，古瓶什么焦作什么昌祭材，百卉随人细手材，这书法写的，这书法就搁当代也是著名书法家。你看马庆云，铅镜彩大家，看看人这画工是。没录上呢。嗯？没录上呢。录上了，这不录着呢。走呢。你看铅镜彩大家，丝书可乐，叫尺瓶，还完整一对儿。一点毛病没有，多好！操，这对要多少钱来的？2万2。还有这也是搁那个四平方巧会遇着的，这是康熙五彩，这个青花五彩，就这个这瓶我看过好几回了，就是搁那个别的地方看过。这是什么钥匙？这是雍正的，雍正的哦，这什么釉啊？这是红釉的。红釉怎么这个色儿？倒这个色儿吧。是红，这是狼牙红啊、哦。雍正的狼牙红啊、哦。三毛没用。这是10万的哦。你这个东西咱只能欣赏欣赏了。这小罐画片也好，这罐这画片多好，垂钓图，这柳树画的，这罐太好了，还倒带。这青花这发射，多蓝艳。这罐这是民国的是吧？这是民国的雕瓷，雕瓷大家，王炳荣的，王炳荣做，你看这管儿，雕瓷大家，这面是，多漂亮！方的。这个也挺好，这个刚才看了的，这是嘉靖的。俺俩都可以加微信，东西不对，谁是谁的搁微信。三红釉，红釉描金，花卉的，我的东西就是八大山人，带盖的，这玩意儿，福字，大烟稿，装大烟稿，过去抽大烟的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。这是一对儿，都是完整的。这个是喜字儿，这个是福字儿。这对儿三红红釉描金的，烟稿盒。不是，我让你拿了。五零幺八啊。